刘培远的《常识宝典》啊，联合国世界遗产啊，美国遗产篇啊，美国全世界最大。那美国是新的国家了，也大概两三百年啊，如果加上殖民的话，顶多三百多年。当第一批到现在可能啊三百多，快四百啊，不过它还是有一些啊，因为它时间短，所以它就相对的啊，它自然遗产的比例比较高。还是欧洲的一些意大利啦、德国、法国啊，它就是文化遗产高啊，所以啊，美国就是啊，才三百多年，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文化的人为的啊，这遗产多，所以欧洲人一碰到美国人说啊，美国你到底是大哥的啊，世界最强，可是呢，你没有文化，你只是强啊，有钱。那美国看欧洲就说，哎呀，你们以前很了不起啊。可是你们家道中落不行，就是互相看不起啊，看不起啊。当然，现在是美国大啊，但是欧洲人不敢看不起美国，可心理上就笑你，就像暴发户啊，有钱啊，碰到家道中落的这个人呐、啊，家道中落就说：“哎呀，你是大哥啊，你现在有钱了、啊。我虽然家道中落，可是这个是你没有什么文化，暴发户啊，就差不多这个意思。嗯”啊，欢迎赞助啊。另外请分别订阅我的十五个 YouTube 频道。我们先看这个红木国家公园及州立公园啊，你看这自然遗产1980。这红木啊，你说这个木头啊，全世界它是都有森林啊，木头很多，它这个凭什么这个啊，它是搞了一个国家公园是没错，可是这个红木头有什么了不起？哎，它是了不起的。为什么？全世界最高木头树木啊，这个被砍下来叫木头啊，没有生命叫木头啊，啊有生命叫树木啊，叫树林啊，叫森林啊，啊它全世界最高啊，粗倒不一定说每一个都很粗了，但有的也很粗，但是就是高啊，就是高啊，你看它是位在美国啊加州北部太平洋沿岸的一个国家公园，加州红木是地球上最高的啊植物啊，就大概都要100公尺，100公尺，你放到水平上，100公尺也很远了、啊。你100公尺赛跑，一般要跑个没有经过训练呐、啊，可能要跑个14、15秒啊。那个一般的稍微有训练啊，也可以跑个11秒、12秒啊。当然，这个顶尖的可以跑到10秒左右，要跑一段距离啊，很远啊，立起来100公尺很高啊，非常高啊。它这个看，它这个木头都很大啊，木头都很大。你看这个是这个也是蛮粗的，因为它高嘛，也不可能太细啊。这个100多公尺很高，那所以看过《暮光之城》啊，那部电影当然很有名啊。它这个第一集啊，有一幕啊，就是那个帅哥啊，吸血鬼啊，带漂亮宝贝啊，女主角啊。然后就是女主角攀在他的背上面，哇、哦、啪啪啪啪啪，这个他那个手上应该是有爪子啊，他这个可以随时伸出来，哇，就是插进那个，就是可以攀到这个红木上面啊，就啪啪啪啪，很快啊，那个镜头不知道怎么拍的，拉得很远啊，就爬到上面很高，哇，这爬到那个树顶啊，结果那景观太漂亮了。然后居然还有远镜头啊，男女主角在上面，哇，所以那个不知道怎么拍的，那个不像电脑合成的，不知道怎么弄上去了，哇，那个真是高啊啊！所以它是在加州啊，这个地的这个图啊啊，这图我们把它放大一点好了，好，放大一点。你看它在这个加州北部啊，加州北部。那个暮光之城在哪拍呢？就在它北边这个奥勒冈。那奥勒冈也是一个州很大、啊、你不可能整个州拍在那个波特兰有什么特色呢？下雨，西雅图波特兰那边都下雨啊，所以不是，但是波特兰是在北边啊，奥勒冈州北边，所以它这个红木啊，红木是在这个红点这边，所以
所以波特兰不知道有没有红木，但很接近啊，也许他拍到红木的时候跑到这个啊这边也没有多远啊，跑到这边红点这个加州北部来拍也不一定啊，所以就是在加州北部，就是靠近太平洋，因为美国西部是太平洋嘛，东部大西洋啊，所以他在这边啊，那个暮光之城在北边这个奥勒冈，然后又是奥勒冈的北边的波特兰那边拍摄啊，这个比较森林里面拍啊。那地球上红木啊，地球上最高的植物啊，你看这个红木确实很高，一般人没办法爬了啊，没办法爬，也没着力点啊，也太高啊，爬上去居高症吓死啊，这些都是保护类啊，保护类，不然的话这个很贵啊，这木头很贵，但是保护起来。那大概距今3000年前啊，北美啊，美洲美国，那时候没有美国了，原住民印第安人啊，那时候也不叫印第安人，哥伦布过去后才叫印第安人啊，就原住民已经居住在这个红木国家公园范围内啊，所以美洲是先有原住民啊，原住民时间也不可考了，很久了啊，包括这些族什么族，这个也无所谓啊，反正都翻译了，什么尤罗克族啊，啊托勒瓦族啊，萨斯塔族啊，卡洛克族啊，啊奇罗拉族跟维约特族啊，这些族有的都已经没落了或者没有了。所以美国我们看一下阿巴契啊啊什么族，这个族那个族就没有这些族啊，没有这些族啊，所以这些已经没落了啊，所以那个美国西部片啊就没有这些族啊，就是原住民的祖先啊，这些族就住在那边了。那然后这个美国印第安人是哪里来呢？是不是美国本土？不是，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都是从哪里？从中国大陆来的。怎么会？是黄种人嘛，可是跟我们中国人长得不太像，他就是从啊，他们这个族，这人类学是分类叫做那个蒙古啊，就是 Mongolia 啊，蒙古人种。那怎么过来啦？这个中国大陆啊，其实也不中国大陆啊，就中国大陆北边了 啊，就是中苏交界那个地方。哎，那这个到美国啊，这个也是要渡海，怎么过？不是，时间很早，走过来的。哎，那怎么走过来？啊，那是白令海峡啊，就是考据啊，啊，是陆地啊，那个都是上万年前了啊，几万年前了，几十万年前了啊，陆地。就像台湾海峡，这个如果够久啊，几十万、百万年前，台湾到中国大陆啊，可以骑脚踏车，可以开汽车啊，这开玩笑，就走路就可以到，啊，跑步走路可以到，那没有台湾海峡，或者是那个陆地啊，下沉啊，然后海水上来啊，所以这是不是我说的啊？考古学家、人类学家不相信，你自己去 Google 一下啊，走过来的。啊，从蒙古那边啊，就中国北方啊，中国苏联交界，那当然外蒙古就是蒙古共和国了啊，内蒙古是中国的啊，就走过来，所以人种有点像啊，但一般叫红人嘛啊，但基本上还是亚洲人，是亚洲血统的。那红木国家公园的红木树林啊，平均500到700年就保育起来，所以像500年前呢、啊譬如说是啊，这个明朝刚开始的时候，宋元明清嘛，啊，宋代、元代、明清那一段时间，宋朝到明朝那段时间，啊，所以你只要是明朝以后出生的，然后就要叫这个红木叫阿伯，叫祖先啊，他如果他。第500年就是幼 key 啊，幼齿年轻的啊，500到700年平均树龄，但是超过700年也没办法了，也活不了，会烂掉，会怎么样的啊？所以树有年纪啊，但有的树很久了，几千年的啊也有啊。所以这个人类有一个特殊的现象，就是说啊，我们这是杂七杂八讲啊，但是也是知识啊，就是说植物跟动物叫生物嘛啊。矿物就不是嘛，
植物跟生物啊，动得越快的寿命越短。啊，什么动得最快？你看那个跳蚤啊，蟋蟀啊，啊那些啊这个昆虫啊，有的跳得很快啊，老鼠啊死得很快，啊就是可能几年就死掉了。那说这个猫啊、狗啊也比人类动得快啊，你说你看它那个雨水淋到后把它抖起来，那个速度多快啊！好像那个非洲那个跳那个什么什么那个脚啊，跳那个舞要快得不得了，啊也是十岁就老狗了。那人啊，人也是一样，谁老得快啊，死得早啊，运动员啊，消耗太大啊，细胞分裂太快啊，谁死了谁最长寿啊？啊，和尚、尼姑啊，不动，打坐修炼啊，平常也不太动啊，所以越慢的啊，所以动物也是一样啊，谁的寿命最长呢？啊，乌龟啊，慢慢爬，动不动给你搞个一两百年、两三百年，那植物就更寿命更久了。动，你看这个500到700，它不动啊，不动啊，所以这个生物啊越不动啊，所以这是开个玩笑了，当然也是真的，就是说适度的运动可以，可是你太激烈运动啊，寿命会短，细胞分太快，所以李小龙啊也没什么病啊。有人说他吃这个药吃那个药，那个很多运动员吃药怎么不死啊？那个李小龙怎么3、4岁就死啊？消耗过度了。细胞分裂完了，没得再分裂了，寿命到了，提前用完了啊，提前用完了。所以我们运动最好是，不是说不要运动了，就是走路啦，顶多是慢跑啊，就不要做很剧烈的运动啊。激烈运动也可以，偶尔做一次，不要经常做。你说人说我常常打网球啊，打得很激烈，我常常打篮球，我到40、50岁还打激烈啊，那个不好。啊，就算你寿命还没到，那对你的膝盖啊，啊，对你的膝盖啊，啊，这个对脚啊也不好，啊，红木啊高百米啊，世界上最高生物啊，这个有一棵啊红木居然啊高达113公尺，相当于20只长颈鹿跌下来的高度，哇，20只长颈鹿多高啊，比纽约自由女神神像还高啊，你看这个树都很大，啊，这个树都很大，第二个再看猛犸洞国家公园，猛犸就是大象了。可是为什么不叫大象叫猛犸？它特别大啊！现在没有了啊！这个很多这博物馆里面有它的雕像啊，甚至有它的这个化石啊，化石有挖到。最完整是以前西伯利亚整只做成标本，整只为什么整只呢？因为那时候气候急剧变化，瞬间好像极地气候啊。这个冰河时期来一下子就像那个急速冷冻，像现在那个船啊，捕海的这个捕鱼的船啊，这个一上来急速冷冻啊，以前是慢慢冷冻啊，现在不是啪一下几分钟就是高速马上冷冻，急速冷冻那个很厉害啊。就有发现那个猛犸就是超级大象啊，牙齿啊这个象牙特别长啊，你看都是自然遗产。然后它这个现在当没有里面没有猛犸了，在里面有发现过它的化石啊。然后它这个洞就主要很大啊，你看这个楼梯啊弄很高啊，洞很大啊。它是在这个在美国的 Kentucky 州啊这边啊，在红点这个地方啊，它是后来就化为国家公园啊，2万多公顷也不小了。是目前以世界上已知的溶洞啊，就是地下的洞啊。其实地球是很妙啊，这我们一般这个陆地啊我们一般很少到地下去啊，这个全世界有很多的地下洞穴啊，有的好大哇，很长啊，又多又长，所以这个地球啊，我们地表下面那个地下那个洞啊不是天坑啊，就是自然形成的，哇，是另外一个世界啊，很多啊这个地下洞几千个以上啊，那有的洞啊很长啊，动不动给你搞个几百公里啊至少短的也几十公里，走都走不完啊，有的高度也很高，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啊。啊，那这个猛犸洞厉害啊，已知最大的其中的一个啊，总长度640公里，你看比台湾还长啊，你看这个洞，这地下洞，你看台湾才南北才差不多400公里啊，这边410，你就640公里。
你说台湾很小啊，可是你南北啊，高速公路啪啪啪啪啪一下到，高铁啪啪啪啪一个多小时到，可是你走路看看，因为你是洞穴里面，你不可能有交通工具啊，你人也不会飞啊，走路还比平地还难走了。你台湾从400公里而已，就大概300英里左右啊，可能还不到。你走走看，走就很远啊，这个洞穴啊，比平地更难走。你走走看，640公里要走多久啊？啊，走到一年，看能不能走得到啊。然后树木还不断的上升啊，远海继续发现，它里面还七叉八叉的，啊，洞这种77座地下大厅啊，像这样的。高度呢，可能2个人高啊，有的更高啊，有的更高啊。这样的大厅啊，有77个啊，最高一座称为酋长殿，可以容纳数千人。当然不是这个啊，这个抓土没抓下来啊，可以容纳数千人，哇，那就很大啊。还有3条暗河啊，就地下河，所以河啊，不是只有地表上的河水啊，还有地下水，所以水用不完呐、啊。那地下水啊，这个你说那个河。这个世界一些大河都有源头，可是那源头水哪来了？有的是地下水补充上去了，所以地下水啊，但是地下水有的不好补充，所以地表上地球上真正的水蕴藏量大是地下水，而不是我们表面上的什么长江黄河啊亚马逊啊，真正的啊水淡水了啊，不是海水那个咸水啊，这地下水啊，所以地下是空的，很多是空的。它这个你说岩洞是空的，还有水嘛啊，水它不是实心嘛啊，所以这个不是说地下面全部实心都是泥土，不是啊，有地下水啊，有岩洞啊等等，它岩洞上面有这些比较硬的、啊、石头撑起来啊，有七道还有瀑布，你看瀑布要很高嘛，还有瀑布，当然是小瀑布，不可能太大的瀑布。还有多处啊，地下的湖啊，还有一个水晶洞啊，这些啊，所以它这边啊，你看这个就很高了啊，这个猛犸洞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好了，再看一个奥林匹克国家公园，你看又是自然遗产。你看好像到侏罗纪了啊，人变很小了，怎么树都很大，虽然不是像那个红木那么大啊，可是你看这个好像人变昆虫了。啊，怎么到巨人的世界了啊？就是奥林匹克国家公园，这个很特殊的啊，在这个美国的西北角华盛顿州啊，奥林匹克啊这个地方，不是希腊啊，不是希腊，美国华盛顿州西北角的奥林匹克半岛啊，这边有个半岛，但这个显示不出来啊，濒临太平洋啊，国家公园有雪山啊，温带雨林跟海冰山部分组成啊。因为它纬度已经北了啊，所以有雪山啊，再过去就是当时加拿大了，所以加拿大最南边啊，最暖和的地方等于美国最冷的地方，所以加拿大没用啊，所以加拿大人口不多啊，比台湾多不了多少啊，因为太冷了啊，只集中在几个大城市，太远，所以加拿大这个土地面积全世界第二，可没用，跟苏联一样，苏联全世界面积土地面积最大，没用啊，太冷了啊，太冷啊，是北欧那边挪威啊，瑞典啊，芬兰啊也没用啊，太冷了啊，从那个海边的温暖潮湿啊，到高山的严寒，这边讲是讲温暖了、啊、一点也不温暖，你去看看就知道，一点也不温暖啊，就相对的游客可以一次啊参观各种经历啊，体会一年四季气候啊等等的。奥林匹克国家公园面积啊3000多平方公里，就等于10分之1个台湾啊，也不小了。它主要景点呢、啊，因为有些中文也不好翻了 啊，就 hurricane 就飓风啊，飓风的一个级啊，像三级一样的、啊，可以眺望奥林匹克山脉，加拿大的还可以看得到加拿大温哥华岛啊，在美国，你在这个、啊、奥林匹克公园，哎呦。到高一点地方，哎，居然可以看到温哥华岛啊！我姐姐啊，她移民到加拿大很多年，就温哥华啊，就温哥华。但温哥华跟温哥华岛是两个地方啊，艾瓦峡谷啊，跟一个 Lake Crescent 啊，这个瀑布跟温泉啊，这是第二个景点。然后 Soquet 啊，也是华盛顿最受欢迎的温泉啊。然后这三个地方无所谓了，这个反正都名词，就算念得出来，我也记不住，你也记不住。
有很奇怪的石头岛屿啊，甚至可以看到鲸鱼啊，当然大家看到鲸鱼就高兴了。那台湾呢，就在那个花莲那边啊，啊，就是民众啊可以去那边啊，花个几百块，坐个那个大的游艇，哇，运气好的话就可以看到鲸鱼，哇，好高兴。那运气不好，至少海豚也看得到啊，但季节要对了啊，季节要对。然后呢，啊，这个。这第五个景点呢是温带雨林啊，这是山区的一个特色。然后 staircase 就是这个致命上的楼梯啊，啊，跟这个什么嘴唇啊，这个翻不出来啊。啊，这个鹿的公园呐，啊，是美国游客啊，当然有国外游客，啊，露营登山啊，像这些地方享受一下啊户外的啊这个风光，因为空气就好嘛，空气就好啊，景观又好。然后就是国家公园啊，你看这些很漂亮，你看这个高原上啊，还有看到远方的山啊，你看各种颜色不同啊，草是绿地啊，那山呢有这个蔚蓝色啊，有深蓝色，再加上白云啊，这叫这个叫做天际线啊，天际线啊，这都市有天际线啊，我们有地平线的天际线啊，就是变得这个地形上最高的地方啊，跟这个天空啊，这个一条线，这叫天际线 （skyline） 啊。这个山上是白雪啊，啊，这些都很漂亮啊，都很漂亮啊。你看这个湖水啊，啊，应该是湖啊，很清澈啊，所以倒影啊很清楚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期介绍到这里。